天老公休息，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做点 ceviche。但是我们要先喂喂 baby， 是不是？先喂喂 baby。baby， 你要 avocado 还是你要水 ？avocado 还是水？要哪个？赶紧。水呀、啊，要喝水啊。OK， 好好好好好。给大家看看你有多厉害，还可以吃一个大 avocado。吃饭饭。baby 好不好吃？好吃哈。咦、哦，你讲呢？我给你小妹放那儿，让她听听她节目啊。我去收拾收拾。贝贝，我发现卫视大宝他这个小二宝就特别爱唱歌，看今天他唱不唱呢？这个 Mexican Ceviche， 这个菜板我在国内买的。我把给这个 lime juice 挤出来。我切一块一块的。我老公就特别爱吃 Ceviche。切完虾，我得放这个柠檬汁。这个柠檬汁的 acid content 是非常高的，泡几个小时它就泡走了。再拌一拌。Yeah, today we can 烧烤啊，吃烧烤，然后还吃什么节啊？俩都吃。So what? You gonna call Frank? You wanna call Frank? Come over?Yeah. You want to? You call it. Baby! Baby! 你抱抱，他搁那老闹心了。Okay, so what are you guys planning for dinner? I don't know yet. So are you gonna stay at Adam's? No. I think what Howard's trying to say is, you got any plans, wanna come here? What's that? If you don't have any plans, come here!We'll probably start like 3:30. The latest probably 4:30. That's not dinner. I know, but you know we got to hang out, man. We're gonna be barbecuing. 哥哥说什么呢？Howard 给我二姐夫打电话，看他今天要不要过来烧烤。我刚把给虾拿出来，你看看，熟了。放点西红柿、洋葱，然后 avocado、马油梨、香菜、黄瓜，然后还有clamato is a like a tomato juice with oyster sauce。Area 在这帮忙呢，这不开始切肉了吗？这块不更肥吗？一会儿就开始吃上了。我先带你们看看我种的菜，种点芸豆汁儿。就这一个开始爬上了，因为前两天我看这边来了一个小松鼠嘛，把个叶儿，然后那个根全吃了。这就是我们一大盆的ceviche。然后就开始烤肉了，今天蒸简单一点，还有油油。
悠悠，坐，坐，悠，坐 ，sit， 坐，太不给面儿。要不要？咦？我告诉你，baby， where yo yo？ Where yo yo？ Yo， 吹！来来来，吹！美！我完全封住了。找个朋友，看朋友来不来，就更有意思。刚才说完事儿了，那什么，那个我就回来得了，切切两块肉，烤烤也简单，对啊。这是我们的量。啊，行，好了。现在我妈抱孩子呢，是不是？宝宝要看 barbecue。宝宝要不要看爸爸？爸爸，你摸摸爸爸。这两块大宝你吃了吧？哎，好。It's the fatty one. 你要吃 fatty one? Yeah, it's the fatty one. 咦？你摸摸摸摸。咦？抓爸爸头发了，是不是？第二波开始了，我爸先开始剪了。baby 在那看着呢，是不是？看着我爸剪肉。馋了。正拍我。拍着呢。拍我干嘛呀？肉准备好了。没事。给王超打电话，开大机。好，有一个好朋友来了，二十多年的朋友。咱俩那什么玩意儿？咱俩八三的车开有。那得开俩车，你车坐不下。对，咱们三个已经吃完了。你不来，我还没吃完呢，是你俩吃完了。哦，那我们俩进来，你去吧。那三个小爷们儿，我先走了，拜拜。你们三个 hang out， 然后我和 baby hang out。你过来跟大家说拜拜。啊，这是谁？你现在你再说拜拜。下去的路，拜拜。baby 也说拜拜。拜拜，拜拜。